工作给你烦恼，那你要转烦恼、转障碍为修道啊，对不对？那看你怎么用。如果你懂得会用，那很有意思的啊。那各位还有这个上智，这个上智讲的是离开不离开至上的愿跟大悲心，然后我如何把这个事情转为波罗蜜啊，也能够利益众生。第三决意，刚刚讲了，是对修菩萨道不可动摇的决心。各位发菩提心佛，做菩萨佛 ，OK， 明天都理头。OK， 你要考虑啊，理头可以，如果对众生有帮助，我就理头；如果理了头，我身材那么糟糕，我看不要算了，不庄严，胖胖的啊，不是说你不想理头，而是说这样子对众生不庄严嘛，啊，等等等等。那所以，但是各位决心，你的心里面，当然你讲大悲心呢，必须要有出离心，就是说你不能再去追求世间的爱人啊、世俗的东西啊。如果你还这个世间，你还找到快乐，你不可能有大悲心的。所以要有这个舍离波罗蜜、出离心，对世间、对自己，自己才是我。即是培养慈悲心啊，时时刻刻关心别人，承担众生的痛苦。那这四个因素有利于我们成佛，所以叫他一定有好的，再坏的人也有好的那一面啊。但是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理论，就是说你讲话这边从啊念佛得，这个听起来有一点消，翻过来更重要了。那我们一个修波罗蜜的人，16种内心的气质，各位。有气质不？气质即是倾向或性格，它影响了人之个性的形成。内心气质可分为2种，即善与恶。善的内心气质有16种，即倾向于出离、隐居、无贪、无嗔、无痴。出离心做基础，所以要出离、隐居，然后无贪、无嗔、无痴，倾向解脱，所以有一点耐得起孤独。修行人的特性要耐得起孤独，不执着一切，这叫出离。出离就是万法都是虚幻的，没什么好抓过的。有一个女孩子，师傅，我很怕老鼠，我看她一副老鼠样，哦，因为做老鼠很苦嘛，所以现在看到老鼠就很怕。怕蛇的就是禅定、般若、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然后所对治的10种啊，老夫老妻放不下对方啊，放不下什么，那就没有解脱。第五，做菩萨的资格，你客观的，不是我喜欢我讨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隔壁两个夫妻在吵架，隔壁爸爸儿子跟吵架。那你要很客观的去怎么帮助他们的话，符不符合智慧呢？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观察自己，就像穿衣服，你希望从头到尾都配得很好。什么我从来不开口了，你要做那是你的功德，你不做，哎呀，你自己没种到福田吗？所以我想各位你要5种行，持戒以正念摄受6根门，于时知足。昼夜精进，信念惭愧，勤学精进，会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好，所以修行基本要。眼睛贪嘛，就损坏你的功德；嘴巴贪嘛，也损坏你的功德。所以。这些贼就住在我们的6根里面，吃啊吃啊，所以各位要好好多修八关斋戒。好，所以衣食知足，所以各位晚上吃少一点，一定不断的精进。那为了要达到这个定跟慧，那我们还是要先持戒吧。那戒也虽然讲菩萨道，但是菩萨道昼夜精进啊，白天晚上各位都要努力啊。现在人比较麻烦了，现在人。反正有了手机、电脑就忘了东西了，有修行啊，每天无论如何要自己修行，但是也不要麻醉自己。我发现很多人
我念，很多人传给我师父，我念楞严咒、大悲咒、思想，啪啪啪啪，而不能麻醉自己啊，用佛号麻醉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在对治你的贪嗔痴，也要净化众生的烦。我们超度冤亲债主，就是要感动对方才行。再来，信心、正念、自惭、愧他、勤学、精进、宿命通啊，因为了解这个人因缘是为什么，因为你要利益他。广泛来讲，哦，要多忏悔，哦，诵地藏经，他转世禅以后可以开发的世间五种神通。但是虽然不就近，但是他是修波罗蜜的助缘。不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善行与恶行成1000亿倍。上午9:30，嘉义慈悲湖新逢普贤菩萨圣诞特举办清明孝亲报恩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上午10:00，台南麻豆护生园清明孝亲报恩护生点万灯供万水。此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上午10:00，高雄河川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梁皇圆满日。3:00，屏东台糖公司屏东区圆环舒适享宴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暨慈悲施食法动药师灌顶真言暨49天药师法会圆满日。联络电话04-2238-9987。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点是屏东地区会举办2018年国际短期出家体验营及慈悲菩提福慧营，可自由短期出家。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并种下未来世出家的善因。今年营队特别为了引导有志学习佛法的海外华人有机会认识佛教，亲近三宝。短期出家体验营与慈悲菩提福慧营的佛法课程和动态修持法门是共同学习，唯有教授出家律仪相关课程与受持律仪有所分别。日期2018年8月4日起至8月12日止。地址台湾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 LINE ID LIFETV413， 微信 WeChat IDLife TV 553，名称慈悲置业海外联络，英国慈悲协会加44-73000-19885 ，email hello@ucompassion.org， 台北生命道场加88622255。11-1063-6066 LINE ID Haitao Office WeChat ID My Master Haitao。 QQ.com 费用 GBP 600英镑，静态营住宿及三餐，不含各国来回机票及动态营队费用。录取通知，审核录取通知书于4月15日前寄发，学员收到后请依通知书内容携带医师慈悲置业及英国慈悲协会主办。吃素的心是快乐的。教授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人称现代化僧的能。今日阁继续来讲这《蔡经谈》第139集。《蔡经谈》的文德来讲。
是作业，都是生时作的，故其言立满。君子啊，逐日吼，人讲酒色财气，饮酒啦，礼色啦，就是讲找礼色，花街流行。爬关节也倒啊烧胎，啊因为烧爬伤着，啊啉酒吼，食到尾啊怎治肝病，啊食薰食到变气炎，啊，逐日安尼吼，了钱阁损身体，损到食到老大拢当面咧哀哭哈，是富如好过食新鲜的时吼，我那唔早通安尼节制新鲜节的，浪费啦，后白开哈，押金如土。啊，无钱吼。当你人生富足好业好过的时，爱怎通受福？爱怎通多行善积德，讲吉日，事事圆满，圆满就是讲大行者富足啦，无欠缺的事啊。正人君子伊袂安。恢复是战战兢兢啦，哈！处大人处事拢还是唔敢讲哦，我食付出就食随便乱来。有记作业，少年作业到了老吃苦吼，你袂当怨天尤人，逃避不了，袂当怪鸡仔之类，伊将来开花换生鸡也袂生豆啊！啊，你甲踮遐豆啊种类。将来开花结果，我生豆啊，未生果。生善果啊，只有恶因生恶果，恶因万里。一个人伊若捌这因果报应，有因必有善事可作啊，恶事莫为。